left right left right， 左右左右，左手是哪一只？对了，右手。对，左右右左右，左手右手，左腿呢？左边的腿，那是右腿，左腿抬起来，嘿，右腿，嘿，左腿，右腿，左右左右左右的小，怎么这么腿这么短呢？每次我都必须要讲，再一次，再一次。我要玩积木。再一次，左腿右腿是吗？左手右手啊，懂？你告诉我一二三是哪一个，我就跟你玩积木。啊？你不认得？一二三都不认得？一怎么一？